啲長度，你想我唱半首啊，定係想唱全首啊？全首。半首嘅朋友俾掌聲。好，我唱半首俾你聽 ，OK？ 全首嘅朋友咧。其實當時咧，有其他嘅選擇嘅，即係又諗住揾阿曹議員唱嘅。佢話：不如你俾我唱啦，好唔好？咁但係我話咁樣啊，但係監製同我講，我俾我唱，不如你同監製講下啦。咁監製就同佢講咗一句：你演到呢段先啦。咁結果佢真係演得好好喎，係咪啊？今次你咪做得好好啊？好啊，事不宜遲啊，送俾大家《難以人長久》。除咗阿蕭嚟到呢次現場
場之外咧，我哋仲有其他參與演出嘅其他嘅藝員同時都嚟咗，想。